刚开始录，看一下。他突然冒出一个头啊！嗯，纤繁之间。现在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。哪一家比较好吃？小朋友推荐的啊，用了，给你吧。左右一条僻静的小路啊，到了海口市博物馆，海口市美术馆，这个是两馆合一啊，我们直接进。嘿嘿，喵，办公区，逛完了。国色天娱，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蒜盆吗？放花栗木的，学过煮蒜，小的时候，花栗木的。好可爱，惊喜。先是我弟弟一下。这个吗？都是学校文物，就泡了很久。主要是听。刚开始录。哇哦！就这一个屋吗？婷婷想看的是。展示他们海南海口这边是民俗生活的那种模拟场景，应该是没有的。它这个还是文字的图片介绍，看一下我们，看一下我们就离开了。从市来到省，不远，在这里。超级大，爸爸。我们进来了，这里边看看起来还蛮大的哎，你看，哇哦，冰冰，看一下这个平面图啊，来吧。一楼有三个展厅，二楼是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这个飞移，我想看好用飞移吧。行，走吧。哦，上厕所啊，老板啊，咦，这里面有鱼哎，这里有红鱼绿。黄鱼、黑鱼、黄鲤鱼、绿鲤鱼，哇哦！这个大呀，黄鱼、红鱼、炸鱼，耶！好多的小红油，看看这水的价格啊，三块五，三块五，无糖的四块，这都是三块五的，没喝过，价钱还可以。这面是沙子。水蜜隔舱，这模型啊，做的还蛮精致的，像水桶，底下都是小木桩。哎呀，好想变小，坐到上面去，太好玩了。看一下上面。进士邦博，这都是古代保存的比较好的，这边也是啊，秀挺，这人挺秀啊，这玩意儿。看一下，突然冒出一个头啊！他家这客厅不错呀，四世同堂。东成西就。东成西就。金玉满堂，什么东成西就？上面是床，升降床啊。复式的，看起来蛮不错。
鸡能从这爬上去吗？感觉底下鸡挺厉害的，住这儿挺有感觉的。这底下是鸡鸭鹅。里面有小猪仔。嗯。呀。啊，底下还养猪。嗯、这小房你看。厨房和客厅。通风的。中间是小火炉。这边是床铺。储藏空间，这跟咱有房车差不多啊。它这底下安四个轮儿，是不是就走了？最后到了三楼，仙凡之间。哎，这好像是卖衣服的吗？他那个身材要很好才能穿。那你有信心挑战吗？我们把博物馆逛完了。我感觉那个灯光效果特别不错，就是是吧？变迁的那个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鱼的标本。现在我们干什么去？现在我们吃饭。哦耶，这是重点，饿死了。我们在等公交车，坐在路边，小海风吹着特别舒爽。我们给团员团了一个38块钱的套餐。是，尝一尝，江西菜。我们坐错车了。吃不上那个美团38块钱了，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。附近有学校，然后想问问小朋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。你好，小朋友，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啊？中午。那边有啊，那边有啊。是什么东西好吃？蛋糕店。蛋糕店啊。蛋糕店，我不要吃蛋糕，我要吃蛋糕。先问一下男生，你问小女孩，她就知道甜点。问点这两个小朋友。来来，这两个孩子学习。还有个小朋友，我问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哦，学校那边有，学校有寿司啥的。寿司啥的。哦，谢谢。我今天要喝个一颗糖，因为我每次都经过，但是我没喝过。请问茶餐厅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茶吗？一盒糖。啥比较好？屁屁窝，月饼窝窝。我再问你，我饿了，中午吃饭哪一家比较好吃？那里叫什么？茶糖餐厅。茶糖餐厅。谢谢。那里。玉米波波。玉米波波。要一个玉米波波奶绿。这是小朋友推荐的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再见。这个是玉米波波。玉米波波。玉米波波。小朋友啊，喜欢。哎，这都是小朋友。蛋糕店呢？他说这个蛋糕店。哎，嘉义坊。小朋友，我喜欢吃什么蛋糕？哦，这个啥呀？太多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黑森林。黑森林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都想吃。我看这玩意儿没食欲，我再饿瞅这玩意儿我也不想吃。这玩意儿齁甜的，哎，瞅这个脆的还行，瞅着。我瞅这个嘎吱一脆，嘎吱嘎吱，来口香脆，12元6片。那黑森林在那儿，黑森林蛋糕13块。你想吃就来。小朋友推荐吗？黑森林蛋糕，那个小朋友推荐的芋泥波波，芋泥波波。小朋友说茶餐厅比较好吃，我去看一下。但是好像关门了。对啊，他说这个二楼，他说这个二楼，对，二楼有好多吃的。哦，我们今天是对小朋友推荐一日游，是海南的风味美食。这边小吃很多，好多好吃的。我们坐错车，这个很多人。嗯，这是可以点菜的。这个是我的肥肠，看一下肥肠，这个肠给的弄的还挺多，是多少钱？这个22元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是猪脚饭啊。这是猪脚吗？哎呀，这咱俩差点我吃了。这个是肥肠饭，我们已经吃干净了。这个最后没有菜了，然后拿汤泡点饭。我还有好吃的。这只叫黑森林，小朋友推荐的啊，掉了，给你吧。
你掉桌上了呢。没事儿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每次我弄掉东西都是新哥吃，尝一下。嗯，这巧克力味儿特别浓。这公交车被我们包场了。Please ready to get up from the wheel door. 还没到。还没到呢，还需要坐大概二十分钟。对，全程六十分钟。十分钟。等一会儿吧，先回家。你要加。